并留念。好，欢迎春春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秀现场，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绿春，非常开心来到今天的活动现场。哇，欢迎春春，春春的粉丝在哪里？哇，现场我们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春春的粉丝。那欢迎春春来到百丽国际焕然新语的大秀。那这次作为百丽品牌的代言人来到我们的大秀，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？我觉得首先非常期待今天晚的这个大秀，然后呢，我知道这一次这个主题叫做焕然新旅，然后呢，我也知道这一次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，这个我们的这个影视基地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秀，然后也是一个充满创意的秀，所以我自己非常的期待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非常多的创意和期待。那既然我们提到了改变和创新啊，其实我也蛮好奇的，就是春春近期有什么样子的新的尝试，给我们的粉丝朋友来分享一下吗？其实我还是主要是围绕着我自己的音乐吧，就是写了一些新的作品。然后另外其实一直也是在非常积极的筹备自己的演唱会，虽然就是说这个演唱会的时间还没有定下来，但是其实准备的工作其实有很多，那我其实最近一直也在忙于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是，那其实作为春春的粉丝而言，一直都能够看到春春在音乐上的坚持与热爱。那其实现在也到了我们的百丽国际即将迎来它的30周年，那对于我们的品牌有什么样子的祝福呢？希望百丽可以越来越好，然后呢，也希望就是说可以有更多好的产品，然后有更多好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给我们的消费者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，也谢谢春春的祝福，请稍事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春春。